是沙发，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图图。图图，你说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妈妈跟我说，小孩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啊，好棒哦，小美跟孙悟空一样哎。图图，图图，你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？胡图图，你哪点像爸爸妈妈的孩子？你是垃圾箱里捡来的野孩子。不是的，图图是从垃圾箱捡来的。真的吗？你胡说，绝对是胡说。